今日起立碑学协会是由陈辉登、洪爱林、陈辉老师和伊的学生所创立的协会，成立到今已经进入第十一档，目前会员有126位，会员都是以立碑茶台的方式来制作。每一位会员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家己对着人生的反省，还有体察大自然的感触。伫咧创作形态是以回访自然作为宗旨，将对着万物生命的感动，用内心的情感反映出自然生命互相融合的艺术风格，搁再表现伫咧作品顶头。协会会员陆续伫各县市文化中心举办念佛国的创作展，嘛将嘉义特有的念佛国做国际化推广到各地。这件展览的作者嘛有40位，展览的作品有180件作品，有迪士尼系列第一个作品、动物系列第一个作品、万宝丰照系列的第一个。科博木桶地质系列的地果等等。这一次哈，非常感谢我们嘉义市那批湖协会来到我们嘉中埔嘉宾文化馆来做所那批的一个作品展览。那人家说艺术可以陶冶心情，艺术可以让人家忘忧啊解劳，而且可以静心。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让我们中埔的乡亲吼更能感受到文化艺术提升的美。那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是从7月5号到7月30号，欢迎吼我们所有的乡亲以及贵。亲朋好友们有空过来来欣赏我们沙湖之美精彩的一些那批湖的一个作品展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中埔嘉宾文化馆来参展展览这个我们的湖艺之美。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乡长能够让我们拥有一个那么美丽的场地来展览这各位学员的这作品因为我们的捏胚舞是透过手的温度，还有心情的感念去创作每一把壶艺，所以每一把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有它的心情故事，然后有它的温度在。我也期待说来这里能够跟我们中埔乡的未来的这个茶文化能蹦出美丽的火花。因为捏胚这个的完全是手工来做。制作的时间长，技术难度高，念古者付出的情感愈多，作品就愈有生命。但是嘛，上会使表现出作者的真正修为。这件展览的所有作者，诚挚邀请各位民众共同来欣赏山谷之美。世新新闻中心中埔乡采访报道。谢谢妹妹，谢谢。